这宫里处处都是会杀人的阴谋，处处都是能致死的计谋。实在，你如愿意，以后可以以师生相称。老师，你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要做走马灯吗？按理说应该去西院转一转，当然，这全要听夫人的意思。看来今天不用去了。人都转到前院来了。怎么样？请老爷带我去见夫人吧。夫人，我们家没有请你们，而且我和艾哥哥也不需要婢女。 奴婢们是奉我家公子之命来伺候屯田令跟夫人的。是啊，我们家有饭吃，不需要你们家公子给钱。这世界很酷。